What's going on, everyone? 快要到中国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龙年发大财，好不好？大家还是要身体健康，但是过年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可以穿你们的 EMC 过年的龙年 T 恤，这个是西方龙。如果卖光了，我们说不定再过一下会补货，好不好？说不定之后会有短袖的。然后啊，先宣传一下。我们3月1号到3号，我们会在高雄的国际刺青展摆摊，我也会出席，我会是一个 you know charity 的一个大使。然后上一集你们看到我签新车，所以，呜呼，过年有新车玩，哈哈。今天我来熊哥这边，给他一些难题，给他一些任务，给他一些工作，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的，他接电话，要不要帮他接电话？拿起来说：“你好，我是王阳明。”还是不要好了，不要乱接他的电话好了。好了，反正我今天要来改我的 GT2 RS。新年第一改，我有答应大家，今年我会记录改 GT2 的过程，一步一步来。那我们就慢慢的来。那我们今天啊，上次带大家看看，看到大雄的师傅他们现在正在拆我的内装的 center console， 为什么呢？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有992的时候，他内装我最喜欢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的排档头。那我有发现，我们可以把那个排档头装上去991.2的车子。那 Let's see what happens。现在要看说我的有多大，你看两个人去量就知道有多大了。They're not happy. 好了，我这样就去。我们其实在看这个触媒，因为我之后呢想要改一下排气管。这次我应该会跟 FI 有一个特别的合作，所以谢谢 Alan， 他们每次都支持我们。然后之后我会去讨论一下这个车子的排气管的设计。那我现在只是要把触媒量出来，然后看这里面的空间。我把这些数据可以给到维京，他们这个公司，他们代理 HJS 的触媒在台湾，所以我是想要用 HJS 的触媒，然后做一个客制化的排气管。So we're gonna get the measurements。All right, we got it。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靠 Alan。FI exhaust， 大家期待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里面的排档头吧。你看，帅多了，真的帅多了。里面感觉有更新的 upgrade， 啊，我们要谢谢大雄，谢谢他们的师傅，然后去开一下，感受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先不要跑山。我们今天也不要去跑太快，毕竟我才刚刚签这台车子，然后 keep it chill， 我们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的过中国年。What do you say, Brandon? Yeah， 不像你，不像我，对不对？对，你变了，对不对？我变了，对不对？成熟了，我要吊他们的胃口，对不对？我就要吊你们的胃口。哎，这边可以看。God damn, he's a wild beast. 好啦，还是刺激了一下，还是爽一下，对不对？不要了，哎，哇，他抓不住，啊，刚刚说要成熟一点，但结果
我 hold 不住了，我 hold 不住了。其实这个排气管还蛮厚的，对不对？我蛮喜欢的，它有一种 bass 的声音。啊，声音真的很好听。对不对？你有听到哦？它有一点点放屁，可是它的屁不是那种啪啪啪，对，它不是那种啪啪，它是嗡嘣嗡嘣。其实这台车子的机械感非常的重 ，it's very mechanical。你会听到里面有一些零件在，但应该不是引擎坏掉的意思啦，应该是非常的机械感，它就会让你感觉 it's working just super hard。所以如果不要用这个拨片的话，直接用这个排浪头，让你感觉像一个 manual car。干，这个排浪头，哇，帅，这个真的帅。It just feels good with it. Playing with the knob， 我的左脚现在自然的想要踩那个 clutch， 但是没有东西踩。你们看看，这个是拿下来的。Oh shit, oops. All right, it's like this. 那差别还蛮大的啦。真的，我说这个做的比较现代了，然后 you know it's got like aluminum all over polished。你们觉得呢？这个 PDK 排浪头比较好看，还是最新的？我自己选这个了。Manual mode， 这样就像真的在开手排一样。That downshift。well, 这就是有 PDK 的好处了。现在开始堵车了，算了，回去 D mode。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 vlog。我们接下来还会改装非常多的东西，这台车子会改到爆，要改到底。所以大家继续收看 EMC， 然后新年快乐。那我要丢一个彩蛋。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把我们每一支影片看到底，但现在的观众有看到底的话，我要做一个抽奖活动。我们中国年的长袖，东方龙跟西方龙，我会各送一件。大家快点在我们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我会选两个 Lucky Winner 送东方龙跟西方龙。All right, so 我们这次不会发什么 Story 关于要送东西的。我只想看，我只想测试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把我们 EMC 的影片看到底。So, thank you all. All right, Happy New Year, motherfuckers. Peace out.